好玩，小心哦、没有，我只是想去，我只是想去看。坏人来了，坏人要射你了。我只是想看一下，你让我看一下。我也想看哎、欸，可是感觉过去就死了。哦，可以换好多好棒的东西。哦，还有地狱的烈火就是拿钻石来换的啦。这上面对吧、啊？难怪你下去啦。哇耶！你刚刚不是说只是看一下？没有啦，我把巧克力打起啦。我强力射攻哦，看有没有机会把它打掉。强力是无限。好了，渊渊可以上来了。啊！死去。你有看到了吗？哦，好痛哦。哦。看，我终于总为什么射不死他了啦？你这把弓也太强了吧？啊？那就无限火焰而已啊。有那个耶！哦，那个啊，杰克有强势啊，看要不要合在一起啊？有钻石装，我这边直接强势无限了。对啊，可是没火焰啊。有钻石，不是有火焰比较好。给你啊，合在一起啊，然后就可以死去了。已经无所谓的各位，好，来吧，弄啊！我只是个矿工啊，小雨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我们的矿。然后被杀死了。你怎么忍心这样对我？撩人哦！这样子，我的眼睛都酸了哦，我都不禁要流下男儿泪了。哇哇哇！我死了，你小心！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一定会跟我走！啊！没见死哦！留下你的弓！等一下！哦，我想你快射他！你快拿箭子射他！你就不要欧贝来！快点，有人在换东西，有人在换东西，射他！欸，应该有掉稿子吧？赶快赚钱！这是一群，你们赚你们赚，我们先把东西运回去。这是一群矿工的怒火。掉超多东西的，我的天啊！等等，小雨来了，我们家。走开啦！啊，我死了。打他，他东西在我们身上。啊，可是有什么东西啊？有他的，快点快点，有人在换东西，先射他，先射他，我没有弓啊。上面那个有弓的，快去射。射不到，刚好啊，跑走了。好快哦，好快哦，好快哦。其实我差一点呢，要是没有被封家的话。哦，对啊，没有被封家，其实差的差一点。没有，因为前期他们把那个、啊、一只恶魔镜引过来给我，到我们家让我们杀。矿工没人权啊，啊，然后他们学我们啊。哈哈哈，好笑，一阵枪，哎，出不去，没钱呐、啊，真的是没办法，应该要个，真的要有个努力呀、啊，稿子太惨了啦，对啊，还有没了就跳钱，要应该要至少要跳钱，一定得封你们，因为那个精灵、嗯，我们打超久打不死，想说啊，送去你们那里给你们打、啊，你们一定打不死就哎。欸你们怎么打死了？真的，我真的打死了，直接五百分，我说绝对不能让他们出来。没关系，我们有一把火焰攻击差很多。原本是火焰无限的那把。对，我没有火焰的攻，因为他没有回血。因为我后来每次被射到就很崩溃。你知道靠金苹果没有？小雨，你来打我们这群矿工，你知道我们多难过吗？他死了吗？他冲出来死了吗？你把我们矿工打死一波哎、欸！哇，小雨杀几个人？最后凶巴巴哎！我后面最后七个都是我打。你知道我们的目标吗？杀掉我们就赢了，内心中就赢了。我们去把他打死我们就赢了。笑死！没有，你知道那时候我的队友们在研究那个买砖该买什么、啊，然后我说我会被打、啊。我看全部我们的同意谁买砖，我在外面五百年，队友才过来、啊。好笑。嗯，可以再来看看。你们 NoNo Live 会卡吗？他们说断线嘞。是吗？我的好像开 NoNo， 我这边没有讲，我这边没事，是分区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团团也断。对啊，我这边一块刷一排说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伺服器是，我的是讲完就卡了。三，是吗？真的？嗯，怎么看的？嗯，我是一。啊，来看我的台，来看我的台，来看我的台。他们说 F5 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嗯，重整一下就好。没有，就开播的时候那么有 life 级。哎呦，我的也卡了。好。轮流轮流轮流，真是轮流哎、欸。真的，我刚刚这边也卡了一下。
嗯，我们刚刚有熊猫小剧场哎、欸，我这边好像也怪怪的、啊。对啊，我们那边演小剧场，小剧场，含着泪，要笑着面对还是什么的？啊，没有，就是说我们那个越是绝望的时候，我们就越要笑得灿烂，哈哈哈。然后就说从眼角流下一滴泪，励志语录哎，我天。好好笑，我在干嘛？我的眼泪。我刚刚你们先用那个火焰弓，应该可以再多压制出来。就是他没有任何强力、啊，没有强力啊，他没有强，烧就够啊。哎、欸，哪够啊？先拿那一把打出来，你看他完全把我们打回家了。只有你而已啦，我就只有打你一个而已。就够了，因为我们家没有人出来。瞎忙什么？很忙耶、欸，把握矿啊！然后明明拿了两边矿洞，然后感觉还很穷，我就想说到底在穷什么？有火焰弓的666，嗯，我以为有隐形药水，他没有，他只有力量药水跟烟雾药水，对，他就两种，混乱的，嗯，啊，再来 play 看看。我在我的台看到我上次开台的画面，哇塞，哇哦，怎么样？穿越了？我是穿越时空了吗？他重开，我想到你根本是看自己的台吧？那个影子，看记录的、啊，没有啦，那个这么锵，锵锵锵，锵，今天真的颇怪的这个。破怪、欸，可能又在更新什么东西吧。怪的，怪怪怪的，怪的。嗯，对。402。哎呀，来喽！啊，我又在上面了。嗯。啊，我也在上面。咦，我也在上面啊，都在上面呢、欸。哎呀，哎呀，他刚刚一开始那个宝石度好像没有回。欸真的假的？ Oh, 对，少两个。我今天一下子就快饿得走不动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其实好像可以踩那个压力板，是吗？什么压力板？嗯、上面刚刚有个压力板，然后就下来。对啊对啊，我独角兽啊。然后我拿到一把弓、哦。那是跑酷完成的奖励啊！出 bug。哦，重生点 bug。对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断腰，断腰。再挑战一场，等一下。哎可以来一次试试看看观众场大乱斗、哦，看会有多缺钱。干嘛偷钱啊？贴到爆！干嘛偷钱啊？干嘛偷钱？真的是超痛苦。对啊。所以真的是把一方封在家，就是那一方就很惨。真的，真的。惨死！偷！喂，我这弓好痛哦！想玩，等一下就可以玩了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一群人，不然你们等下两个敌对啦。莫莎，哎、欸，我刚抽了，等一下，我刚抽了。我抽了什么颜色？我是蓝的。自由新政，自由新政。我是蓝的，我是蓝的。抽红的，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两个人哦。哎、欸，卢米一开始没血嘞。等一下都死一次就好了。好。玩大一也会有一些是二的。嗯。我是红色，红色三个人了。最后一个色满人，剩下都是蓝的。好，换了一个繁星，把繁星换过去。居然只换一个人，我们要抢抢眼泪光。别再乱跑，再乱跑，等一下，二就没得救了。好，我在上面。好，我在上面等。好，我拉人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为什么会在那奇怪的桌子底下？我俩没事啊，走一下就没事了。哎呦，不要动！你们那个等一下饿了我不管了、啊，我不敢动了。我刚刚是摔倒，不行这样。啊、就叫你不要跑。啊、不要动，叫你不要动。不要动，没事没事。为什么重摔这么高的地步？我叫动作每个人都是，每个人都是。你身高很高，你身高比较高，你身高很高，可以不要吗？让我安静点好了。一样，700分，好，速度，我们下去。不用动的感觉真好。请问有什么想法，腾腾？没有想法，我们再笑一波吧。抢的也可以赶快去抢。好，所以你们一开始集资吗？集资换稿可以，其实我们刚刚没有特别。我觉得集资比较好，集资换一个的换稿子，对，换一个最高级。要那么多铁稿干嘛？真的。一开始我在那边讲，哎、欸，你们要那么多铁稿干嘛？
对耶，而且他的矿重生太慢了，所以你不能把钱花到其他地方。对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几个？好啊，好，咦，等一下我看一下确认他们有 OK， 好，那就来喽。好，是打到，这是哪里、啊？哎呦，我靠我靠！哦，我是火精灵，我是喷火龙啊！喷火龙，小心不要摔着了。哦，那我外面的铁先给我。哦，好。我抽五个就可以去升级稿子。好，去吧。那我把其他的铁慢慢挖起来。好。而且因为你一开始到岩浆，不，之后到岩浆，它矿洞会修补。有，我后来看到了。哇、嗯哦，这么猛啊！它会全部重整，整个矿洞重置，所以就算把它挖成，它上不来也没用。对啊，对啊，哦、了解。重置之后就回来。对，你们尝试看，就是铁全部都换钱，然后先不要换稿。八块，我放在箱子里面。放箱子，我们放旁边箱子。好，箱子有4块。进门左边。现在箱子有20块。对。我看看有没有办法。其实我们刚刚也是第一阶就把黑曜石挖走，可是就是稿子就都有。我们是第二阶，就是因为分散掉了，应该是分了很多铁稿的关系，而且还拿去买装备什么的。我说你哦，可是我已经买了。我看看啊，先去换箱子。黄金有9个，你看看有没有多的黄金，应该没有。我看一下，努力的。有，还有一个，他漏掉一个在上面。50，漏了一个，漏掉一个5块，50。64、嗯、啊，没关系，我一组了哦，好多钱哦、啊，可以直接换那个最强的稿了。那你先换、啊，然后刚才挖。好，对，然后第二回的时候再来挖一波哦，赚。哇，其他人开始好像没什么。铁稿送你。好，没问题。应该就把剩下的那一个黄金挖起来，还有一个。好。对对对，我来这个，我来这个，我会，我会。你先挖黑曜石。哎，我要看着对面。大分特赚。我觉得前面有一只无限弓很。对，真的，我刚刚其实也只是一把无限强力2而已，就一直去射，只有2把无限火焰啊，但是就是一个是有耐久，一个是强力。有火焰就、嗯、就很糟了，我觉得有火焰就很痛。嗯，毕竟不会回血。钻石是5颗的样子，所以黄金是10，钻石是5。嗯，就它矿洞的颗数。我现在有一组多少钱？大家要买什么？先把一个人装备撑起来吧。对啊，一个人而已嘛，付一个人。哇，他们好像蚂蚁哦。有没有？我观察日记。我刚才就在这里观察他们对方。刚刚露米就对那个嘛，杰克对露米蹲了2下，然后露米看了他一下，铁稿拿着就走了。各种观察日记。跑过来，跑过来，一起走哎、欸，天啊！成群结队。中要有，哎，附魔是32，哎、欸，巧克力可以挖了，有，来了，下一波重置了，是的，挖起来，挖起来，啊，那个繁星可以挖那个、啊、黄金跟铁，嗯，其他人可以挖，4分钟的时候城墙会倒吗？对，再1分钟就倒了、嗯、，OK， 好，然后5分钟就是那个地狱。先把他带回家 ，boss， 那可怕的 boss， 那个要把他带回家，不然危险。对，卡点就可以了，卡点，嗯，关键就是卡点。嗯，超到饿了。我刚刚就是人铁装吗？因为你要农完附魔，也不知道几百年啊。其实我觉得一个到两个人应该就够了、欸，哎。对啊，剩下来后面再弄。对啊，就先弄个比较好的装备，让我们在前线，然后有人可以在家里面继续玩。可以想办法封住他们的矿洞的话，就很好了。嗯、附个剑，然后附个弓，就是。刚刚是想买那个啦，好像中毒的药水吧。嗯。可是接近不了。很远。城墙倒了。拿剑，拿斧头。直接用砍的。墙倒了。我要在旁边守着。你这村民反过来好讨厌哦。会啊。没有，跟我们刚刚在水，没有，我们刚刚在水，现在换过来很不习惯。换，他们应该也有。对。2-3个人。3个人都不习惯。对。哇，经验评级好便宜哦。
很便宜。嗯、我刚刚不小心换了一组，然后卖青金石也很便宜啊。青金石你那个那个箱子左边的箱子，我放那个稿，看你们等一下谁来挖，我就往前。好，我就基础装了，让你们等一下。你挖，好，哎、欸，那你来右边拿吃的。好。好。他们要抢中间喽！他们要抢中间喽！杰克上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没拿。抢中间，你说那个精灵呢？对，杰克他来，杰克来了，杰克来了，来了来了，他穿着装了，我没装备，然后先出来哦。啊，哎，精灵不是五分钟吗？对啊，对啊，精灵要好了吗？可是还没出来。看到哎、欸。对啊。嗯。还有什么？他们又来了，他们又来了。那也就，啊，等一下可能再放个书柜。现在是杰克团团有装。嗯，阿丽娜被吸啊！快六分钟了，我刚刚被杰克砍了两刀。啊，我知道有一个弓箭台，这很好笑。这弓箭台好难用。笑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那矿洞要复活了，矿洞要复活了。有有，我在里面。好。哇！看我在上面。对啊。啊，团团。露米。团团，那、這个一下，等一下，精灵还是没出来，为什么？精灵，五分钟吗？已经六分钟了。对啊，六分钟了，还是十分钟？十分钟，有这么久啊？有这么久？精灵呢？精灵大大，哦，精灵呢？精灵呢？在混啊，精灵。